喂，我是正宗教练，你睇紧嘅系全球七大篮球阿伯。即刻开始讲第七位，第七位是呢位嚟自美国70岁嘅阿伯所创嘅封神腿导弹，先好似烈风咁利用下肢踢走啲人，从而做出一个 wide open。呢支混含嘅篮球智慧分分钟同我平起平坐。第六位分别由台湾同美国嘅阿伯共同夺得。所谓少年射穿墙，老来的落脚，呢两个老友记成60、70岁都可以八步穿杨。第六位就，第五位是香港 Kobe， 几年前是68岁的羽霸，除了技术了得之外，大家记住羽霸姓余，余文乐个余。第四位 J 博士，呢位 NBA 名宿成63岁都入到樽，靠咩啊？主要靠屈高。第三名是呢个澳洲70岁的天欧阿伯，无论咩位佢都一样勾低入，真系要吟翻句诗，70勾勾勾手勾入。第二位呢个香港阿伯同第三位一样是神勾。但他们分别在于这个勾手那阵有嗌，还劲到加埋 NBA 名人堂比廖州八号打波。哇，伯伯劲喎！你都不差。第一位，我诚意向呢位创造世界纪录的 Fred 致敬。十几廿年前以60几岁之龄，连入209球3分，简直令人难以置信。点都好，连60、70岁的老友记都可以为了篮球克服身体的衰老落场打波，我们应该更加珍惜我们的青春活力，走上球场挥霍我们对篮球的热爱。Basketball never stop， 记住，你们去打，我要翻工，我不打。